对方出手穿越出去，行政安打了。面对这个好球，是直接出手。嗯，如果当然一上来就被守门打者击出安打，至少你的这个控球还算是稳定啊。有时候最担心的就是换这个第二任投手之后上来又是出手打成了反方向的飞球，要落地形成安打。好的机会哦，在前面个半局呢掉了一分，手棒打者一上来就击出安打，特别是一分差，这个轮到后段棒次手打中间方向要穿越了，哦，真的是来一个收打的战术。不过这个球回传也还算快，自己没点成功哦，逼死教练出现一个给你这个收一收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打法，对，反而击出安打。中间方向的安打出现了，这是他在本场比赛三支三猛打赏，四支三的猛打赏。